哎，你抓错了你。哎，你谁呀、啊？没长眼啊？抓了为什么抓我女朋友的手啊？这不是我抓他的，他刚才抓了我的。不可能，他怎么可能抓你的？抓了他的吗？不可能。你要是非要是这样认为是我抓的，那我给你道个歉。什么道歉啊？道歉什么？道歉什么？他是练的这个爪子，知道吗？Let's go.你别往下滑了，听我说，你很棒，我爱你 ，OK。